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ET 財智 Talk。今日咧喺我身邊請嚟未來資產 Stephen 傾偈。Hello，Stephen 你好。點解揾 Stephen 咧？嗱，大家咧，我諗都 feel 到最近咧，成個大市嘅氣氛都非常之勁啦，氣勢如虹啦，係嘛？不過咧，如果我哋買中一啲個別嘅主題，又或者個別嘅板塊咧，其實我諗咧，嗰個贏嗰個幅度咧，有機會跑贏大市好多。係啦，睇你想講大市係邊個啦？即係有綜合型嘅大市啦，譬如話一啲大型嘅指數啦，我哋叫寬基指數啦，或者 broad market 嘅指數啦。咁主題式嘅指數就好多時有咁嘅機會啦，唔能夠話肯定嘅，但係個機會會喺度咯。但我 feel 到係啊，即係嗱，如果我譬如我淨係眯埋眼買入新能源車，我淨係眯埋眼買入雲計算或者半導體相關，今年嚟計就絕對係啦，跑贏大市。所以今日要請你上嚟，點解咧？因為同我哋介紹一下咧一啲主題型嘅一啲嘅指數追蹤嘅工具啦，究竟點樣可以幫助大家咧係跑贏大市。嗱，我都有少少做功課，因為咧我上個禮拜咁啱睇到咧有篇外國報導，即係《華爾街日報》嘅。咁佢話咧好勁啊！今年咧全球主題式嘅 ETF 吸金量咧頭九個月已經破咗歷史新高咯。係啊，九個月啫，已經係多過曬咁多之前全年加埋咁多。係啊，主題式嘅 ETF 其實喺本身 ETF 呢個市場啦，全球嚟講啦，係一個增長得最快嘅一個資產嘅級別啦，你可以叫咁講啦。咁主題式嘅 ETF 啦，喺 ETF 界裏邊啦，個增長個速度亦都好可觀嘅。點解會咁嘅？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分別咧？因為我覺得某程度上係 ETF 個成熟度啦，即係喺外國其實就興咗好多年嘅，咁啊係啦。咁啊香港其實最出名嘅亦都有一個啦，係跟蹤恆生指數噶啦，係咪？咁呢啲都係我哋叫做寬基型啦，或者係 broad market。即係成個大市擁有曬嘅裏邊，你又會有新經濟啦，又會有舊經濟啦。咁佢俾到你個回報咧，就係大市嘅回報。譬如話，如果你跟蹤納斯達克嘅，咁你有納斯達克嘅回報，係啦，就跟足啦。咁但係如果大家細分少少啦，就算喺納斯達克裏邊，雖然佢係一個高科技嘅指數，但係高科技嘅指數裏邊有可能會有最簡單為例啦，有硬件啦，亦都有軟件啦。咁有陣時軟件個performance 即係軟件嘅表現啦，有可能會好過硬件。有陣時硬件會好過軟件。咁變相就係俾大家多一個選擇咯，係啦，即係喺醫藥行業裏邊有好多嘢大家都可以揀到嘅。咁但係有可能係生物科技係比較好嘅，或者喺汽車行業裏邊會唔會係電動車比較出眾少少咧？咁就俾多一個選擇投資者嘅啫。咁係咧揀呢啲 ETF 裏面咧，其實主題式嘅一啲 ETF 咧，其實佢有啲咩特點令到佢有機會跑贏咧？即係嗱，我哋都買股份好多時話睇國策啦，特別好多係追蹤中國嘅相關嘅股份啦。其實係咪裡面有啲咩特別嘅特點，咁佢包裝成為一個主題，其實令到佢有機會係即係贏咯。我諗最簡單為例啦，同埋觀眾有可能會最容易明白咧。首先睇下一隻 ETF 裏邊啦，佢個股數有幾多隻先？咁好多大眾型嘅ETF 啦，或者大眾型嘅指數啦，佢裏邊係有50隻股票啦、60隻股票，甚至乎係幾百隻股票嘅。咁俾到你個回報啦，你要諗下啦，即係幾百隻股一齊升50%，咁有可能會難少少嘅。但係都會俾到大家一個可觀嘅回報嘅。咁當然啦，可升亦可跌啦，係咪先？但是一個主題式的 ETF 往往是有20隻股票至到30隻股票，還要是20隻和30隻股票裡面全部都是那一個主題的，全部都是跟電動車相關的為例啦，或者全部都是跟生物科技，或者全部都是跟雲端計算相關的，所以給到你的回報就會我們叫做很純潔很 pure 的一個回報，有可能如果大家選得對的主題可以跑贏大市。Stephen 之前跟你聊天，你都跟我提過有一樣重點嘅，就係咧買呢一啲嘅主題型 ETF 咧，其中一個即係好嘅地方咧，就是因為佢食正結構性嘅改革，係啊，呢個好重要啊，呢個非常之重要。主題式的 ETF 往往是幫大家去找到和投資到的，就是一個結構性的增長。通常來說有兩種，有一個是周期性的增長，大家如果想想經濟又是一個周期，即會上上下跟住會落翻，有時不好有時好，這樣這個是一個我們叫 cycle 的。但如果我們找結構性的增長，它是會擺脫這個這個周期咯，其實就是大家錢是有限的，大家投資的時候當然你可以選周期股，也都可以選結構性的增長的股，沒所謂的，這個是一個個人投資的一個取向是吧？但是如果投資結構性的增長，它有一個好處，就是很難會回轉頭的，即是那個增長很難會回轉頭。我想現在大家應該有可能在家裡都有可能沒有固網電話，是不是？即是直接沒有，即是問你家裡多少號電話，沒有，即是手
手提，咁呢個又係一個結構性嘅改變。OK， 係啦。咁另外係有可能本來大家屋企會有部座台嘅電腦嘅，係、咪？但係而家有可能變咗，我就咁用智能手機，或者用直情用手機咯，係、咪？咁呢啲都係一啲結構性嘅改變嚟嘅。咁本來有可能睇好多節目，有可能都開電視機，而家可能直情上網睇啦，係、咪？咁呢啲都係結構性嘅改變。咁投資喺裏邊咧就。好難係你係投資緊個未來帶俾你嘅一個增長點咯。你講到未來咧，除咗諗起你公司名咧，好多未來嘅嘢咧，其實有一個 concept 係最近好興嘅，即係外國成日講咧叫做disruptive innovation， 冇錯，同埋破壞性增長。係啦，好少人去諗究竟係啲咩嚟，究竟買緊一個咩概念？買緊嘅就係如果呢個結構性嘅增長係成功啦，佢係會取代咗現有市場嗰個份額。咁我哋做投資嗰陣時候咧，好多時大家其實要諗下。究竟我投資呢間公司啦，佢個市場規模有幾大先？咁佢呢個市場規模，佢係自己創造出嚟嘅，即係個新嘅產品啦，定係佢係取代緊一個舊嘅產品？係啦，咁呢一個就係一個我哋會叫做破壞性嘅增長啦，係啦。咁裏邊咧往往咧會有一個叫做採用性嘅曲線啊。咁大家要諗嘅啦，就係呢個採用性嘅曲線啦，通常係一條好似 S 型咁樣嘅曲線。即 S curve 嗰類咯，即係 adoption curve 係啦 ，S curve 啦。咁喺最左手邊啦，就其實係創新嗰個階段。創新個階段咧，往往啲產品有可能好貴啦，或者有好少人用緊啦，跟住慢慢去到早期採用啦，有可能價錢開始回落啦，咁啊多人開始用啦。大家要諗下，譬如話第一代嘅智能。手機啦，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啦？有可能後生啲嘅啲觀眾可能根本就唔知添啦。但係以前其實我哋係用緊啲唔係智能手機嘅，即係要 Nokia， 譬如話6220咁嗰啲啦，咁要自己打字咁樣比較麻煩嘅。但係一出咗 iPhone 之後，慢慢就演變咗而家嘅智能手機啦。咁去到如果用智能手機為例啊，喺呢條曲線上面啦，咁佢已經去咗後期普及啦，或者已經係滯留緊，即係個個都有部智能手機㗎啦嘛。咁但係如果我哋套用落去一啲嚟緊睇到嘅主題，譬如話潔淨能源啦、雲端啦、電動車就最容易睇嘅，即係投資唔需要好即係搞到好科學化，好難去明白。大家出街見到有幾多部電動車，咁大家就估到大概。即係喺呢個採用曲線上面，我哋而家究竟喺早期採用啦，或者係仲喺創新嘅階段啦？咁因為諗落去就應該唔會係早期普及嘅，係咪先？出街好多都有啦嘛，係好多都係好少嘅，應該係話即係電動車嚟講就係越嚟越多，但係未到普及化嘅。咁如果大家投資落去嗰陣時候，就要諗下，個增長嗰個速度有可能突然間去咗普及化，個個都買電動車嗰陣時候啦，個個都要買電池啦，咁會唔會係大家值得一個投資咧？哇！呢個好緊要喎，即係呢個好緊要，真係好緊要。見到咧，即係追蹤邊啲資金流入最多嗰啲主題咧，即係例如譬如陣間可能會講多啲啦，電動車或者雲計算又或者潔淨能源等等，大家都可以套用入去頭先全部都可以用這個是啊，採用性的曲線咯，嗯，究竟現在在什麼位置，那值不值得大家投資，可以想一下咯，是啦，是啦，大家如果譬如說想銀行業務啊，那完應該不會在創新和早期創新，即是 Fintech 東西那些，Fintech 就要了，Fintech 就要了，是啦，即是金融創新產品有可能就要，但你說傳統銀行有可能每個香港人已經有三個銀行戶口，是啦，是啦，是啦，喂，那你今天來教我們，即是首先選主題性的即是產品，要拍落個 S-curve 看看究竟是什麼階段，完全去諗諗究竟你可以揸幾長遠同個爆炸力有幾勁啊！咁但係翻去即係初頭啦，如果有好多人都會諗，如果我哋要諗呢啲咁嘅主題性嘅嘢，點解我唔買基金咧？即係點解我哋要買 ETF 咧？即係買 ETF 主題性嘅 ETF 對比傳統嘅，例如互惠基金，又或者買市即係成個大市類型嘅 ETF 嘅，其實個優勢同特點有咩？係如果就咁同互惠基金去比嘅話啦，咁其實就主要啦會係個 cost。方便啦，咁其實一隻ETF 啦本身啦都係一隻基金嚟嘅，只不過佢係交易所可以買賣嘅基金啦。咁個 cost 方面咧就爭好遠啦。如果大家嘅增長率啦，譬如話每一年都係賺，譬如話10% 為例啦，但係如果一個互惠基金佢收緊你個費用啦，係1.46% 啦，咁over time 啦，即係慢慢過去啦，佢收取你嘅你賺咗嘅錢啦，就會越嚟越多。所以你即係三十年咁樣，其實差成20%就爭好遠㗎啦。咁因為通常一啲 ETF 啦，佢哋個收費啦，因為佢係交易所買賣嘅基金啦，佢係會比較便宜少少嘅，會平啲嘅。咁我哋啲主題式嘅 ETF 為例啦，就0.68% 啦，就全包㗎啦。咁唔係有好多人都唔明㗎呢，這個佢覺得佢一買咧就俾咗0.68先，就唔係咁樣計嘅。這個0.68咧係 over 一年嘅，即係你要
除翻360幾日，攤翻每日，攤翻每日係啦。咁即係你如果揸咗隻基金兩日嘅，咁你咪除翻兩日咯。咁、嗯、啊即係你唔使額外又俾錢，就冇呢啲咁樣嘅。你揸咗100日就俾100日咁樣。不過咁嘅，因為即係你傳統一啲互惠基金或者共同基金，你真係個分 man 其實係不停去做一個調節。呢、這個係好重要啦，亦嗰度咪貴咯，係咪？咁嗱，但係啲 ETF 唔同喎，令大家被動性嘅，被動性嘅。咁我即刻令我諗啦，因為我本身都會諗嘅，主題型基金裡面通常係有扎成分股咁樣噶嘛。冇錯冇錯。咁我初頭都會諗，咦係咪其實主動調節㗎？其實唔係嘅，你哋都係追蹤緊一個，係一個指數。我哋全部嘅主題、中國嘅主題式嘅ETF 啦，全部都係跟蹤緊一個指數嘅。咁、跟蹤緊呢個指數嘅指數咧，就公開文件嚟㗎，大家隨時上網都會揾得到啦，上我哋個公司網站亦都揾得到啦。咁、就會睇翻佢會寫到明啦，譬如話每6個月，咁譬如話係有啲係1月、7月，有啲係6月、12月咁樣啦。咁、通常就每半年啦，就會做一次叫做我哋叫 rebalancing。咁啊，中文我亂咁譯就譯股份更新啦，更新或者叫再，我直情叫再平衡，再配置咁樣啦。咁樣佢咧就會講明嗰一日啦，佢就會根據個指數嘅規則啦，就會去做翻個配置嘅。有可能有啲股份啦，就有可能改變咗個業務啦，即係佢已經唔再做電動車為例啦，咁佢就踢開咗佢就唔要，佢換過另外一間公司，係同嗰個主題相關嘅、但就全被動嘅。呢啲嘢大家要了解一下，即係咧，如果大家睇中嗰個主題嘅型嘅 ETF 或者基金，其實上去發行商個網頁咧，就即係一覽無遺㗎啦。不過我哋或者又即係翻去啦，頭先我哋提到啊，原來咧買主題式嘅 ETF 咧，比起譬如一啲互惠基金或者共同基金，其實個成本方面咧係相對較低嘅。另外一個好處咧，就我自己就一向都覺得係嘅，懶嘅人咧就買 ETF 因為以往我成日喺度操盤啊，搞呢樣搞嗰樣，其實你發現全年咧，你買曬落去 ETF 度，你根本就係跑贏得好緊要，特別係主題型 主題型嘅 ETF， 有機會可以帶到咁樣嘅回報俾大家咯。咁好大嘅原因係因為如果我哋用大市型嘅 ETF 去對比啦。咁大市型嘅 ETF 話明大市啊嘛，佢裏邊乜嘢都有嘅，即係佢當然裏邊亦都有新經濟嘅股票啦，但佢有可能裏邊亦都有舊經濟嘅股票。咁大家係應該即係好難去估到啦，幾時舊經濟會好啲啦，幾時新經濟會好啲啊？譬如話今年為例，新經濟好明顯就非常之好啦，好明顯非常之好。咁喺咁樣嘅環境底下啦，你會變相有個拉上補下嘅作用嘅。如果你買咗一個傳統型嘅ETF 啦，即係大眾市場嘅 ETF 啦，咁你對比起一個主題式嘅，淨係嗰個主題有升幅啊嘛，或者係比較多嘅升幅，咁你係撇除咗舊經濟，所以個升幅就可以好犀利。咁呢個圖我諗我哋會見到啦，即係中國嘅 GDP， 大家成日都會了解到係增長係比較犀利嘅。咁由2011年開始啦，其實就翻咗一番嘅。咁、大家睇翻譬如話恆生指數啦，或者睇翻上證啦，係啦係啦，就其實冇乜大嘅喐動嘅，直頭好失望啦。係啦係啦，即係 over 呢差唔多9年10年，其實唔係太大嘅喐動嘅、但係裏邊係好明顯啦，有個股啦，或者係有某一些嘅主題啦，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呢個就係主題式嘅 ETF， 大家只要揀啱咗嗰個主題啦，咁就有個機會可以跑贏大市咯。當然啦，揀錯咗會跌㗎嚇，呢、個要同大家講。係啦，要睇眼光啦。不過大家都 sense 到嘅，你攆嗰啲國際新聞，又或者中美貿易摩擦底下嘅新聞，究竟覺得有啲咩嚟緊？其實仲有力嘅咧。其實而家市面上好多主題 ETF 可以揀嘅。嗱，阿 Steven 提到有啲咧，如果你揀中咗嘅話咧，個回報遠多過你淨係買落個恆指甚至富時 A50指數啦。今年最勁邊只啊？今年暫時嚟講啦，個電動車就好犀利嘅。仲升緊，今日好像創了新高添，多謝大家的支持，亦都要跟大家講翻聲多謝。因為有一些主題大家都要做啲分析嘅，做啲分析。咁呢幾個 selective 嘅指數其實就係我哋公司跟蹤緊嘅主要嘅指數啦，我哋主題式嘅 ETF。咁大家有可能就要記翻起之前嗰幾月發生咩事啊？中美嘅關係Debbie 都講好即係好係啊係係係啊係好煩嘅繁複嘅一件事啦。咁嗰陣時就講緊內循環雙循環嘅。咁有可能有啲中國嘅高科技類嘅指數啦，有可能就會被面臨到一啲譬如話制裁嘅問題啦，所以嗰陣時我哋就主力係同個市場講翻，內循環嘅話，大家可以留意兩樣嘢喎，潔淨能源啦，同埋電動車嘅。咁到今時今日啦，過埋五中全會同埋14/5之後啦，好明顯嘅消息面上邊係唔錯嘅，係啦，咁希望可以帶動到個股價繼續升啦。咁嚟緊呢個美國大選有可能
有個結果出嚟啦。咁嚟緊中美嘅關係點，大家又係要留意啦。咁留意咗之後，會唔會對一啲其他嘅指數，譬如話雲端計算啊，或者係對一啲譬如話呢個半導體啊呢一類型嘅指數係有好處咧？大家又係要留意一下啦。嗯，好啊。嗱，咁呢啲自己咧就按自己嘅投資眼光啦，就諗一諗啦。不過咧，講真，見到畫面上面頭先俾大家睇咧，個別嚟講其實都跑贏得好緊要㗎啦。咁啊，即係睇下會唔會注意風險啊。不過咧，如果即係你咁樣諗咧，又幾好喎，即係。我唔使逐隻股翻去諗，嗱買只比亞迪啦，跟住咧半導體買咩咧，跟住花科技內雲買咩咧，可以調轉過嚟咯。因為我發覺好多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咧，佢可能揾個股咧就覺得比較難。係啊係啊。咁你睇只 ETF， 睇只 ETF 裏邊有啲咩，睇下大家如果係中意投資個股，咁有可能會好啲咯。啊，有冇人問你咧？即係嗱 ，ETF 係一個好熱門嘅嘢啦，最近。咁但係我個portfolio 裡面不會只有 ETF 的嘛，咁我點砌咧？即係現階段會最好啊？呢一個係一個常見嘅問題啦。咁我哋有一個最基本嘅一個ETF 嘅策略啦，其實就係一個衛星啦，即係核心同衛星嘅，我哋叫 core and satellite strategy 啦。咁係一個好最基本嘅，就係大家個核心咧，你一定要有一樣嘢係大家覺得，佢跌我都唔驚，佢跌我再買嘅，係啦，我係想同佢有一個好長嘅投資嘅期限嘅。咁呢啲咧可以係一隻 ETF 啦，可以係個股嘅。咁有啲人揀咗一啲派息比較穩定嘅股票去做啦，有啲人係譬如話揀咗一啲佢最心愛嘅科網股去做啦。但係大家一有咗呢個核心之後咧，就要諗下呢個核心帶俾你什麼啦，同埋冇帶俾你啲乜嘢啦。譬如話收息嘅股啦，有可能啦，好多時係缺乏增長力嘅，咁你有可能儲咗呢個收息嘅股票啦，或者一個基金啦，咁你可能就要配搭翻一個有增長嘅主題喺出邊，做翻個衛星去掟翻雲，去掟翻雲。咁大家亦都唔好忘記啦，其實香港好多打工仔其實已經有個 MPF 噶嘛，咁呢個 MPF 其實已經係一個衛星嘅一個部位嚟㗎啦。咁你可以裏邊譬如話買一債啦，或者買香港嘅股票啦。咁如果你已經係好多香港嘅股票啊，咁你會唔會缺乏咗譬如話 A 股咧？係啦，或者會唔會缺乏咗其他地方嘅股票嘅為例啦？咁就可以做呢一個我哋叫做 core and satellite 啦，核心同衛星嘅一個佈置咯。睇嘅係你缺乏咗啲乜嘢？係啦係啦，咁啊加翻落去。加翻落去。係啊。嗱，咁即係現階段唔知點做好咧？因為有好多嘅主題咧，或者板塊其實都已經爆曬上去啦。咁但我諗資金流咧，應該呢一兩日最多人留意依然係即係軟件相關啦，即係可能或者掕落去個雲計算嗰方面啦。今日都好犀利。係咪啊？第二類就係即係新能源啦。咁你見咗比亞迪啊，或者 Tesla 相關嘅概念啊，外圍嘅 Neo 啊嗰啲繼續創緊新高啦。咁我見到咧，其實有好多時呢啲 ETF 咧，我都會望下咧，即係究竟今年究竟跑贏幾多？嗱，如果我哋即係計算翻好簡單。譬如電動車相關的指數咧，係 year to day 咧升咗超過一倍嘅。咁雲端計算相關咧，而家就大概80%左右。其實咧喺十四五規劃之後咧，係咪見到啲錢有冇加速流入呢一啲相關的指數？其實我哋見到上半年為例啦，這個中國嘅生物科技啦，同埋中國嘅雲端計算啦，喺一月至六月啦，個表現方面啦，係絕對係領先嘅。講緊去到六月份嗰陣時候，已經升咗六七成咁樣噶啦，好犀利嘅。但係由六月開始啦，就見到佢哋開始冇乜新嘅動力，反而啦喺後邊追上嘅啦就係潔淨能源啦，同埋個電動車啦。佢哋講緊喺半年裏邊升咗八成，即係六個月裏面就升咗八成，所以好犀利嘅。咁如果大家係想留意即係唔同嘅股份嘅表現啦，咁就唔使一次過 track 曬幾百隻股票啦。你可能攞幾隻 ETF 去 track 啦，就大家有可能會捉到路咯，咁可以留意到咯。因為嗱呢啲就係你講緊嘅結構性啦。首先 tick 咗呢個 box 啦，係咪？即係你前排新能源嗰啲發展規劃，咁有曬時間表㗎啦，咁樣。冇錯。咁然後你雲端相關嘅，大家覺得其實就算拜登坐穩，係咪同中國方面可以傾到偈咧？你都係會用雲嘅東西啊，同埋疫情某程度上亦都幫咗雲好多嘅今年，係啊係啊，大家一有 work from home， 其實全部都係加速病曬上去，係啊，同雲係完全相關嘅。所以個疫情如果係譬如話一路都係咁，或者已經鼓勵咗 work from home 啦，又係一啲結構性嘅改變嚟嘅，翻唔到轉頭嘅啦，亦都係會。之前咧都有譬如做節目嘅時候，啲人會問咧啊呢一啲咁嘅 ETF 有冇息派㗎？即係喺我諗法，有時
科技股我就唔諗住佢派息嘅。係啊，呢個好特別嘅問題嚟㗎。咁我明白到好多投資者就好中意派息啦，但係我覺得有好多投資者都有可能都唔係好明白，就係一啲增長類型嘅公司咧，佢派息咧其實係好少好少嘅。你想要揾派息嘅公司咧，亦都有可能啦，係會係一啲周期性嘅股票會反而多啲咯。咁大家就要攞翻個輕重啦。有可能佢派六厘息俾你，但係首先啦，派息唔係 guarantee 嘅，我哋會咁講啦，係咪？咁當然呢個係個人投資的喜好嚟嘅，咁有可能譬如話電動車為例，今日都升6%啦，咁有可能自己派翻俾自己咯，咁啊呢個係一個個人嘅喜好，但係主題式嘅 ETF 啦，通常派息就比較少啲嘅，因為佢哋全部都係高增長類型嘅。係咯，你睇譬如新能源車又或者雲端相關嘅，咁我哋拆開睇，冇乜派息嘅，即係騰訊派幾？係咪？係咯，嗰啲持股裡面投幾大嘅股份，其實你諗翻冇乜派息。唔係派息，咁變相就 ETF 就冇息派，即係如果嗰。即係嗰一籃子嘅股票冇派息咧，咁就 ETF 亦都冇息派俾你噶，因為我哋唔係攞咗你嘅息噶嘛，我哋攞到啲咩，我哋就一係就派翻俾你，一係就如果太少嘅，我哋就幫大家再買翻嗰、那個即係嗰啲持股嗰度咯，係啦，就唔會話攞咗你咁樣。買依啲主題 ETF 咧，即係有時我就會攆下啲持倉啫，即係睇下我自己心水嘅股份係咪包括。買所有 ETF 都應該攆下個持倉嘅，一定要攆啲咩啊？係啊，即係咩都要睇一個睇下個持倉啱唔啱大家即係咪反映緊你想投資嗰樣嘢啦？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啦。第二就係睇下個收費啦。咁要留意嘅有個項目係一年內持續收費啦，我哋叫做咁已經包含埋個管理費喺裏邊㗎啦。咁樣先至可以對比到一隻 ETF 貴與唔貴啦。係啦，咁我覺得呢啲好重要啦。睇下一年佢究竟有幾多次嘅我哋叫再平衡啦，或者再幫大家執執位啦。係啦，咁呢啲嘢都完全係非常之重要。臨買之前記得睇埋個風險啊，係啊，同埋嗰啲追蹤誤差嗰啲咁樣咧。追蹤誤差都要睇嘅，係係一定要睇嘅。上我哋個網站睇，同埋買賣之前可以上 ETF 發行商個網站睇下個 NAV 究竟係幾多錢，咁就即係無論揸同沽嗰陣時候都唔會。蝕咗啦，都唔會蝕啦。有時可能有得執到平，有可能你見到有平嘢添啊，有可能見到有平嘢。係咁啊，對比下個 NAV 啦，資產淨值方面，究竟同本身喺報價嗰陣時嗰個價相差幾遠？咁呢個咧都要大家係留意嘅。好啦，咁又唔該曬 Stephen 啦，咁啊同你傾咗廿幾分鐘，我諗大家咧對呢個主題型嘅 ETF 咧都有更深入嘅理解。下次得閒上嚟再傾好唔好？好啊，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